叶明哥，爹，你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我是来道歉的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今天拿这个饭盒去你家找你来着，结果遇到唐主任了。我一看他住在你隔壁，然后又听说他的房子是你给他找的，我就有点那啥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说什么了？说我是你的女朋友啊。